那么我试试看，能上我这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猪啊。咱们身后的这个鱼塘现在已经抽干了啊，正在开始抓鱼了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密密麻麻的，全部都是草鱼、鲢鱼，还有萝卜什么之类的。现在我准备要开始下去抓了啊。今天要把所有的鱼都抓起来。哇，这边大鲫鱼，小萝卜太多了，大鲫鱼。我去拿个篮子下来吧，不然这样不好抓。看看那边，满满的，全部都是。哇，水还很多，不好抓。